咁咧，你得知呢個比賽之後有咩感受呢？你係咪覺得一定會贏咧？我覺得自己都唔係會贏，因為我飛嗰時飛歪咗咯。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下你嗰個設計？首先就係將一張紙就折四分一，跟住就好似平時架飛機咁折翻。咁其實你第一次嘅成績已經唔錯啦，有咩令到你覺得你第二次會比第一次好呢？因為第一次飛歪咗撞到嘢，所以我覺得可能會輸咯。你對呢個活動有咩評價？呢個活動覺得好好玩，因為可以大家一齊飛，但係輸贏都唔緊要咯。好多謝你嘅回答。你第一次成績就唔係咁好啦，1.86，咁但係最尾個成績就6.19，咁你有冇改變到個設計咧？我有改變到個設計。OK， 咁就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下你個設計啊？我都係純粹用一張普通嘅 A4 紙去接一架紙皮嘅嘢。咁你會唔會繼續參加本會嘅活動咧？我會繼續參加本會嘅活動。唔該曬。好多謝曬你嘅參與。得獎嘅感受點樣咧？獎品得一份，你哋會點樣分配咧？得獎感受幾好啦，咁個飛機係佢要，咁張獎座我要，之後個 DVD 會耷咗佢咯。OK， 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下你哋嗰個飛機嗰個設計？我哋飛機咧，其實我一開始咧就用呢個降落傘模式噶，但係依個俾依個無良中學生踩鬼變咗，搞到即時揾張紙求其接架飛機抌出去，點知效果 OK 嘅。咁你哋希望科學會會舉辦咩活動咧？冇乜所謂，只要有趣就得啦。唔該曬。改變嗰個設計咧，定係作出咗其他嘅改變？我係有改變到個設計嘅。咁咧，